拜托，爱上你们必须的好不好？这怎么可以不爱上呢？妈的，你们给我太多惊喜了好不好？怎么可以不爱上？333个赞，你们都有办法把我快搞到了，我他妈的不爱你们爱谁啊？干！我只能说真的很谢谢你们，干他妈我都快哭了，干你！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他妈想流泪，干老师。真的是，对，你们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我轻轻平复一下。小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那个的懂内。先让我心情平复一下，我等等再跟你们讲。各位老板，我挺不住啊，老板。我觉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做直播以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要哭。我真的是挺不住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那种感觉，就是以前没有过这种东西，是就是所谓的感动嘛，就是我没有过这样子，那么多人帮我一起打成这样子，谢谢你们懂那给我的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真的是要让我等等再讲话好不好？先。我先关麦一下吧，我先休息一下吧，我等等再碰游戏吧，我等等先挂着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不好意思啊，各位老板，今天包我走，突然感性了起来。小智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们，我不知道。等我一下，我把门关起来。你们怎么不出去啊？你们怎么在啊？靠北啊！要坐马车哦，我忘记了。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，就是。我不，这333个赞数，我感动的不是我可以拿到抖内的金，他要抖内给我的钱，而是说，就是大家为了能够帮我达到这个目标而去做的这些事情。谢谢胖弟，谢谢你哈，谢谢你们，不管你们是谁，没有抖内我的人，因为这不是你们应该就是。应该给我的，而是你们愿意给我的，这个真的是很难得。那加上你们愿意看我的台，也不会觉得说我直播觉得无聊或是干嘛。就是这两个月来，
就做直播的这段日子以来，我一直觉得，就是什么好运都碰到了，甚至说，我有觉得说我在玩明日比较边缘，也就是说，也许你们好奇我这个人的玩法是什么，是也许我氪金氪得多，然后你们来看我的台，然后也不会因为说。我真的是被感动到了。说真的，这你们帮我这样子拼这个战术，真的是让我感动到。我说认真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想哭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是想了眼泪又止不住，又要流下来。我也不怕给你们看，就真的是这样子。